9月3号，周杰伦官方微博发布，周杰伦要为TFBOYS 新专辑写歌了。据此前报道 ，TFBOYS 组合将在11前后推出全新的迷你专辑，此专辑将收录一首由华语天王级音乐人为其量身打造的歌曲。消息一出，便引起多方猜测。9月3号，这位天王级音乐人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为 TFBOYS 操刀新单曲的就是华语天王周杰伦。其实 TFBOYS 队长王俊凯自出道以来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欣赏的偶像是周杰伦，希望有机会能跟偶像合作。如今他的梦想实现了，据透露这首歌还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完全不用担心三小只跳着左手右手慢动作的国民弟弟一下子跳跃到中国风上去。而且这首歌不管是录制、编舞、 MV 的拍摄也都是由周杰伦的御用团队完成，10月份就可以跟小伙伴们见面了。听到这个消息，不少粉丝表示看看人家的追星之路，我们简直弱爆了！恭喜王俊凯追星追到新境界了，我的天，我的男神和我 idol 窒息，还真是合作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跟小编一起期待杰伦小公举和 TFBOYS 联手带来的青春碰撞吧。孟古拉新闻，我也要找杰伦小公举写歌，报道。